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动画片是老鼠跟猫的。Tom and Jerry. My grand parents very love this cartoon. My parents love cartoon this one. And I love this cartoon. My little brother, my little sister, you know, very different ages. We all love this cartoon. He's amazing, yes. 能不能唱一下主题曲？看不到不知道是谁。其实我不爱看卡通，看卡通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，后来我就开始看电影，周星驰的电影啊，刘德华的电影。记住我的号码334567，我再重复一遍334567。晚上10点后不要打给我，因为我睡了。灌篮高手吧，樱木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是荣耀王者。Cool.樱木花道，因为别人都不好不看好他，他一直很努力。你觉得他跟自己有点像？并不是，别人很看好我。那首歌还会唱吗？马来西亚的西游赛里面。嗯。世界が終わるなら、なれることもない。忘记那个歌词的发音了。可费劲了，就是用中文字标上来。啊，然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，然后因为就是很喜欢，就愿意。对，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听歌全部都是磁带，就是你为了去听它，给它听清楚了哈，你就得找点那种就是快没有电的那种电池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它的速度就慢了。以前是谁该一个能难的，然后快没有电，谁该一个哎，敢闲的啊，妈的妈呀！没电了，应该是机器猫，哆啦 A 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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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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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最经典的动画人物《忍者神龟》里边的反派猪头牛面。再模仿一下。没了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葫芦娃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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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onardo, Michelangelo, Raphael, and Donatello. 那个主题曲我知道。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,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,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, Turtles in a Half Shell, Turtle Power. 最经典的童年呢，就是 Q 太郎啊。对。就是一个穿着。一只鬼啊，我有永远都是放这个东西，有他的漫画呀，就在电视动画的，对对对，两只眼睛，啊啪咔哒哒滴哒哒滴 ，Q 太郎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有请今晚集体表演的第三组工作室。我们现在。中国就是这么强大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欺负我们。这一组是在整个四组里边最具有挑战性的。目前积分垫底的是 Three Five。挺讨厌自己今天晚上的表现的，我这个哥哥。带领的做的有点真的是不好吗？接下来下半场是我们的联盟合作秀，每个赛道最终总分数垫底的那个工作室将会有两个人离开这个舞台。至此，今天晚上合计将有三个追光者告别追光之旅。最终结果呢，现在已经在我手中了啊！我将按照信封的内容读分数。宣布最终淘汰的人是
大家好，我是 Three Five 的队员陈楚生，我是一个蒋信玉越吹越勇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箭所谓箭战队的韩宇。我觉得我最爷们的两个点，我对任何事情任何事物我都敢勇于挑战，无所畏惧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Three Five 江潮。我的两个优点是注意细节，不怕困难。大家好，我是箭所谓箭队员刘野。优点，努力上进，真诚，保持初心。我也要一次叫喊，我先试试。我是来自精英2020战队的门将，我的优点是能喊能战声张，报告完毕。大家好，我是 Three Five 战队的李坤。我中文不太好，可以用英文吗？可以。I'm responsible and disciplined。大家好，我叫勤奋，来自 Three Five， 我有三颗心：敬畏心、羞耻心和感恩的心。谢谢大家。我是敬 AD 209的成员，我叫沙宝亮，我的两个优点是一个都没有。完毕。你的优点是什么？重复一遍。我的优点是一个都没有。你作为男人的两个优点没有。你是不是男人？是。男人没有优点吗？我认为男人的优点不能说出来。你的责任、你的勇敢、你的担当呢？我的责任和勇敢担当都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。你们都听清楚了啊！待会儿见，入列。谢谢。